排一遍，好吧？我把我们的调度都走出来，然后您就是在这个地方定点站好了。好。好，我直接在这唱给他。就是面向最前方这个五个呢。好的，好的。OK。是这样的，这是这个秀啊，这其实这个秀之前还是有您有说话的部分，那个等一下我再跟你、啊，待会再跟您沟通，先把这个秀踩一遍。您在哪儿呀、啊？啊，我在您的正前方。哦，啊，OK， 好嘞。就在昨晚，浙江卫视播出了前两季《跑男精》编版，在节目的一侧打出了4月14号下周五晚9点。全新一季《奔跑吧先导片》开播的字样，这就意味着下周起每周五晚上又可以看见蹦蹦跳跳的周深了。从下周开始，每周五晚请锁定浙江卫视，奇幻旅程主题的第11季《奔跑吧》将会准时和您见面。小编仔细盘点了一下周深四月的行程，发现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周深。4月7号，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官微官宣了周深将参加4月9号在荆州举行的中国电影大数据盛典。据悉，这是央视六公主举办的首届电影节，而作为央视宠儿的周深参加也在情理之中。该节目将于4月9号晚上8点在 CCTV6 电影频道以及全网平台直播。据悉，周深将演唱可他爱着这个世界，大家4月9号晚上就能够看到周深的现场直播了。相信周深在电影大数据盛典的表现一定不会让观众失望。另外，4月16号到20号将在贵州进行奔跑吧的第二次录制，期间也会有各种路透放出。而小编揣测奔跑吧11的第三次录制应该在4月底，因为周深在5月2号和5号都有音乐节。当然，这只是小编的揣测，如此也会连续3-4天有路透。这样算下来，各种路透加上每周五晚上，再加上各种官方舞台，4月绝对是含山量满满的一个月。米子们这次能吃饱了吗？周深加盟奔跑吧11，使更多人在看了他奔跑吧10节目之后就更加期待看到新节目了，也可以说更想看到周深。在奔跑吧10中，周深的各种出彩表现至今深入人心，游戏也好，挑战任务也罢，他都会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，没有一点偶像架子。他在节目中能够把欢乐带给大家，呈现出最真实最真诚的一面。每期节目周深都是最大的亮点，周深哪怕只是挑战一个不起眼的游戏都会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周深不光综艺好，还能拔高节目的收视率。浙江台这次可谓是未播先火，浙江台和湖南台每次推出一档新的节目都会争抢周深。作为华语乐坛的全能歌手，周深无论参加哪种类型的综艺节目，都会为喜欢他的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满满的感动，而且每次都能将节目推向一个新高度。时光音乐会2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在周深的加持之下，改写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收视率，两家电视台恨不得直接跟周深捆绑到一起。为了平衡两家电视台，周深做到了没有偏向任何一家。时光音乐会2结束，紧接着就官宣了加盟最新一季《奔跑吧11》节目录制。随着《奔跑吧11》热度持续发酵，相关路透频繁发出，节目未播就提前吊定了粉丝的胃口。周深说过，
如果没有生米们的支持，我可能不会留在舞台上唱歌。可见生米在周深的心中位置有多高。一个歌手能像周深这样有礼貌地对待每一个喜欢他的人，这是多少年来才让我们见到的独一无二的周深。说了吗？要在刚才那个焰火里面许愿，你们许了什么愿吗？我许愿啊，就你，你许了什么愿？太多了，我就一个人说话，就一个人啊，蓝色衣服，三十，这边来一个，好，黄色衣服的，什么？好的好的，没有听清楚。前面说的话，我要你们在这个焰火当中许的愿吗？我随机抽查一个，检查一下愿望。一个，就一个说，往后面那个吧，白衣服那个，你的愿望是？你的愿望是？我想要一直唱上去。哦。怎么一不小心把我的愿望偷走了？那这边我选一个啊。好，就你了，你的愿望是？我们直接在副舞台开始就可以了，郑老师。我觉得在这里选出来。哎呀，刚刚说什么？好，我们准备再来一次啊。然后我们的 dancer 们，然后好久没有见你们了 ，Hello。你们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们说的假话我已经习惯了。旁边这边有个人说，你永远都这么帅。啊，大兄弟啊，你们都是我的大兄弟。谢谢各位，马上开始第二遍了。哎，你们好，我的背影会不会看着比较魁梧一点？会，那你们就看着吧。谢谢，大兄弟你好，我们开始第二个。